是为谁情？情是。小丽，你好，我叫做张志文啊。张科长啊，我拄才有看过公司的人事资料啊，咱总务科有一个开对无？报告协理，即马是有一个出纳人员的开无对啊。真好，我有一个真适合的人选，明仔载我会带伊过来。是。好啊，今日的代志已经无用啊。是，那我先出来吼。一入来公司就要安菜的人，要甲我监督，那阵我唔知哦。好当试看卖。我志文啊，你是食饱上瘾啊？啊，你无代无志，甲伊讲公司欠债出来要创啊？啊，就是新闻我才会讲的啊。啊，你哦，头壳安尼定壳壳，我明仔先转说一个啦。啊，我叫你看不出招新人，啊，你是看阿未？看啊看啊，房租拢打出去啊！啊人呢？我哪知？唉，好啦好啦，看先有啥物啊？亲戚朋友阿三不如拢叫来讲看卖啦。会记的哦，一定爱伫迄个四十几啊，找人来进前，爱甲我处理好势，知无？是。头壳遐遐，咱受伤啊！这哦，无啦，我家己跋倒的啦。真久无看，俺厝内一切拢好啦吼。袂歹啦，你的代志哦，我甲阮外母伫报纸顶看过啦。想袂到你是柯小玲的弟弟，你是不是早就知影？你是安怎白甲我讲啊？我是创啥甲你讲？无啊，我是关心你啊。你敢知影为着这件代志，阮阿母搁敲电话去美国问恁阿爸呢？去讲恁阿爸讲，伊已经甲你……无唔对啦，阮已经断绝关系啊。歹势啦，我毋是故意讲遮，让你伤心的啦。这哪有啥物好伤心的啦？对了，这是这间厝内面全部锁匙，来，摕去，我要搬去到阿母家。啊，你拢袂搁转来啊？过去一切，哪亲像咧做梦？即摆梦醒啊，我要重新开始，要来离开家啦。嘿，阿静。你莫叫我阿静，后盖请叫我柯明芳。我拢叫你阿静叫遐尼侪年啊呢，即马要叫柯明芳，我哪会习惯？好啦好啦，明芳，我了解你的能力啦。即马我有一个真好的机会，你要听看卖无？什么机会？我有一间分公司，一直拢是我一个表姐在管的。啊，不过哦，伊遐的经营方法已经过时啊，经营十几年啊啦，公司的业绩拢无进步。即卖哦，阮阿母派我去遐做协理呢。我想要请你来阮的公司做法律顾问，你感觉安怎？真歹势，我无兴趣。哎，是安怎啦？我甲你保证啦，你若来阮公司哦，绝对比你做检察官哦，搁较好赚。这毋是钱的问题啦。我是啥物问题？我无想要替你做代志。
恁阿姐安尼对待我，我拢无计较安尼。啊，你无计较，你搁敢讲？你以前对阮阿姊交人，我做遐袂见笑，但是我是清清楚楚哈。真歹势，你袂计较啦。我甲你讲啦，我计较啦。你，唔知好歹。你找着头路啊？对啊，我着拄着以前一个朋友啊。啊，大哥，恁遐佚佗啊咧？哎呦，唔是啦。 人即马伫咧卖便当做生意，阿婆，我已经甲讲好势啊，我逐工哦甲挂200个便当来卖啊，若是卖袂了，伊会收转去。而且哦，伊讲送咱一个哦，摆便当会多啊，安那袂歹吼。我安尼袂歹呢，安尼就稳赚的啊。对啊，阿明啊，来来来，来遮坐，来听你阿兄讲紧。明啊，阿兄已经找着头路啊，阿兄要来去卖便当。哦。 阿婆，啊，咱拄啊开始哦，可能较无熟，一工卖200个，等若是以后哦，这面工量较有哦，一工顶哦卖300个、400个拢有可能呢。啊，安尼算落来，一个月要500-600万，无问题啊。明姐，阿母甲你来斗阵。哎呦，唔免阿母，你踮伫厝内底好好休困，啊，这种粗重趁钱的工课哦，交予阮兄弟就好啊，对无，明华？嗯。诶，明华。 啊，你的工课咧，做有无？阿伯，无要紧啦。亲像你这种读法律的工课哦，本地就足歹找，爱有呛死啦。无安尼好啊，你先缀阿兄来去卖便当，啊，你的工课哦，以后才大大找好无？要卖便当哦。嘿，你莫看这个便当无偌济钱呢，阿兄已经赚得遐好势啊。咱若是较骨力卖哦。 薄利多销嘛，足好赚的呢。阿母，你放心，咱马上哦，就去把旧厝买转来。阿母对恁兄弟有信心。明芳，安娜，做伙来卖便当。嗯，这……哎呦，你迄个工课啊，毋是马上就有，等嘛是伫咧等。甲阿兄做伙来拼，做这种生意哦，有做就有钱啦。 马上提现金，袂歹呢。我今日这头路做袂来啦。哪会做袂来啦？这足简单诶嘛，多位人坐，咱就去多位卖。若是无人，咱就喊较大声诶，就有人来买啊。我就是袂晓喊，袂晓游客。诶，你是做检察官诶呢，较有才才，以后哪会袂晓喊？阿兄对你有信心啦？我想我无适合这头路啦。哪会无适合？ 明姨啊，阿达平讲伊无适合哦，莫甲勉强，阿母甲你来卖。袂用个啦，阿母啊，阿阮兄弟也毋是无骹无手，对无？你遮尔济岁啊，哪会用好你做即种工课？袂用个啊。当阿母有骹有手，哪会去卖用做个啦？阿母啊，我以前无机会好好甲你友好，即马你总是爱互我表现一下嘛。 你有这个心哦，阿母就真欢喜啊！阿母规工人生真冻脆，你无我做工课，我嘛艰苦。哎呀，非得我无同意啦！明华姐，阿兄即马就带你来看，别人是安那卖，行。阿卖便当有啥物好看的啦？你毋是讲你袂晓卖，我带你来看啊。要看你家己去看啦，反正我卖卖就对啦。明华姐。 小林哦，你著莫卖，你莫甲勉强啦。阿母，你莫管啦，我一定要问清楚。明华，你到底是卖好卖，还是卖瘾卖？你讲啊，你是毋是感觉卖便当真见笑，真无面子？本来就是啊啦，倒一个摆档捌做过检察官的啦，若是咧街仔路互我同事来同学看到，无叫人笑死我才输你啦。你敢有替我想过？ 啊！你即摆叫我去摆搭，我拍片十几年是要创啥？我读这阵的书是要创啥啦？你的意思是讲卖便当甲你的身份袂合就对啊啦。无毋对啦。你即摆也是看我无目地啊，就亲像细汉时阵共款。我为着趁你的医药费去做乞食，啊你咧？你一句话拢无讲，就做你离开，就因为我害你无面子，对无？无毋对啦。 你永远拢是安尼啦！你想要创啥你就创啥，你叫是你是为了我好哦，啊？结果呢？你想我会感激你无？我才袂咧！阿兄，细汉你去做乞食的时阵呐，
我真恨啦！我看到我真恨啦！我恨到我家己那歹死死就算啦！你知影无？你，平浩。阿母啊，头拄仔恁阿妈有听到啦。我到即马才知影，我这个小弟哦，看我这么无外地。莲姨啊，恁小弟袂看你无外地啦，只是讲伊较早伫咧做检察官，啊，证人安尼甲铺铺塌塌，啊，像即马环境变安尼，啊，你叫伊去卖便当，伊比较吼较无法度适应啦。你谅解伊啦，吼，慢慢仔来，吼，莫着急啦。我做甲老官，人行甲老烂。阿母，我做这一切，敢真正是唔对啊？无啦，你哪有唔对？阿母知你是有委屈啦。阿母，你莫阁讲啊啦。你放心，伊无想要卖便当啊，我袂勉强伊。我即马要来我朋友遐看一下，我先来。就伫咧迄个加油站遐。哦。对啊，阿母，阿峰叫我甲你讲，伊即摆去日本出张啦。伊讲最近可能无法度来看你。啊，好啦。我先来。谢你哦。平浩，阿母，平浩，阿母知影最近心情无够偌好，你若无爱卖便当哦，阿母袂勉强你啦。阿母讲哦，你嘛爱体谅一下恁阿兄，伊今日安尼做，拢是为着咱一家伙啊。阿母，我知影。阿家你知影，是阿来要阁讲遐话来刺激恁阿兄？你敢毋知伊安尼听着心肝会偌艰苦？阿母，你哪知阿兄心肝艰苦？你敢毋知我心肝愈艰苦？你就是，我是迄种无血无目屎的人哟。你着坐到。错啊，讲要找你，结果我咧半路我破病，阿兄为着要带我去看医生啊，结果走路去做乞食，我真正看袂落，我歹我家己阿兄去做乞食。我哪劝，伊都唔听，想要我只好离开啊，我唔敢门走，我留遐看。我看伊，伊在遐四界找我，四界画我的面，我搁哪有拢烧声呢？不过我着唔敢再跟伊相认，我唔敢应声。阿母，你敢知我当时心内偌艰苦？就是为了从开始，我就抓，我就抓，我就抓我这世人啊，一定要有出头。我不爱让人看不起我，我不爱我阿爷、家己阿兄去做乞食，不爱我兄弟姊妹，甚至阿母你，走街仔路去做乞食。十八年后啊，我希望差一点就成功。阿母，我今仔无做检察官无要紧，我现在去考律师啊。只要我考到律师，我希望同款啊，我同款成功啊，我袂让看袂起啊。阿母，你嘛希望讲我有一天我都替咱考考出一口气，那呢，你就无应该讲要求我甲阿兄斗阵做同款的头路啊。平浩，
啊，我是希望你兄弟会当正正当当做人，不管是做律师也好，还是去卖便当，阿母拢感觉真骄傲，因为恁兄弟啊是靠家己双手去赚钱。啊，不过做律师赚钱较紧啊，只要我考到律师啊，免几年时间，卖讲是一间旧厝，到时阵啊，阿母啊、阿兄啊，恁靠个一千拢无要紧啊，拢无问题咯。明芳，你有这个好心哦，阿母是真欢喜。啊，不过你敢袂用给阿母拜托，后摆要搁甲恁阿兄冤家啊啦？恁阿兄哦，比较较急性，伊无歹意啦。我知啊啦，阿弟啦，我正要考律师啊，我正要要读册。后盖啊，不管阿兄啊，阿公啥创啥。我当作无听就好了。等我考到律师啊，伊就袂阁对我细细念啊。吼，阿母，你放心啦。好啦，阿母出来去吼。要看你便当卖了好无？啊，顺便吼来甲你学者。哎，天气遐尔冷，啊，这拉链啊，歪扭起来，你等下寒着啦。袂冷啦，阿母。莫当天气啦。哎呀！哎呀！啊，你莫甲恁小弟生气啦。我哪会甲伊生气啦？是恁小弟哦，最近是为着要考律师的代志。哈？明芳要考律师哦？是啊。哎呦！伊哪会无甲我讲清楚，害我误会伊。阿母啊，美芳若是考调律师哦，安尼对你以后嘛较有保障嘞，袂歹。嗯。就是安尼，所以阿母毋知是讲最近哦，安心当找读册，阿母有烦恼吼，厝内面的生活费代志。无问题啦，这美芳是咱厝内底哦上好读册囡仔啦，只要有这个心啦，我这做阿兄绝对甲听甲到。你安尼，阿母就放心啊。阿母是件代志，要参详。想要去找头路。母啊，你要找头路，莫遐辛苦啦。哎呦，啊恁大家拢大汉啊，啊出去做恁厝边，啊我家己一个当船，啊杨先生，迄骨哦，我骨头会酥去了。啊，好啦，也毋过你来答应我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袂当伤忝哦。我知啦，我知你唔甘阿母伤忝啦，你放心，我家己会注意，好。好啊，你去慢慢倒。哎，看这里哦。天袂绝死路，脚踏实地三思每一步，自己路着靠自己跑，不免惊咱无前途。你来，你来，小姐，歹势。
姐，我是来樱桃路的啦。那这你找阮坐堂内底的张科长就会使。哦，啊，多谢你哈。嗯，谢谢。请问你是张科长？哎，碧云，你哪知我在这上班？啊，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代志是？无啦，我不是来找你，我是来樱桃路的啦。樱桃路？啊，无我先来做。哎，无啦，碧云，来，你入表我。无啦，唔免啦。哎呦，碧云啊，那只讲你是因为看到我在这做事，就来放弃这个机会。你安尼做，就是在侮辱我，你知无？姊妹，你唔通误会啦，我是无想要麻烦你。提来啦，这只敢是一个机会，公司要盈利也无盈利，我嘛唔知，我只是无希望你因为我来失去这个机会。来，这坐啊，来这样，我入来讲经理讲，好。多谢你啊。喂。经理嘛无合，你叫伊转去啦。经理啊，这位柯太太哦，我实在啦，伊人足好个呢，而且哦，我相信伊有这份能力，会当做这个工课啦。赵科长，啊，你明明就知影，咱要用个出力嘛，是愈少年愈好，这年岁就小大嘛。经理啊，因当吼捌开过公司呢，伊做过头家娘，嘛会晓计较呢。我知影我的要求哦，较无合理啦。不过经理，算我拜托你啦。哎，经理，我愿意替伊做保啦，吼。啊，总共伊做无好，我愿意负担一切责任。你给伊一个机会啦。经理啊，我拜托你啦。张科长啊，你是咧等我甲你奉上客厅的哦。副经理讲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，多谢你哦。啊，无我先来走，啊你无用。好，我送你。别，你无用，哈，你好，我家己行倒啊。好，还顺行嘞，哈。阿姐，这就是我的同学，叫做何美华。你啊，你啊。我想要叫伊来公司上班。啊？对面啊，啊，无啦，迄个协理，咱公司即摆人事吼已经满了咧。满啦。啊，不过我昨暗问张科长的时阵，伊毋是讲总有课，搁欠一个寸啊。哦，对啦，有影啦，啊，不过哦。拄好今仔下仔哦，我已经补好势啊。啊，不过我昨昏毋是才交代过，我有一个朋友会当来补这课啊。平美啊，我知影吼，你真关心咱公司的运作。也毋过即摆人我都已经找好势啊，所以啊，毋免麻烦你啊。歹势啊。阿华，先来我的办公室。经理啊，我先来行了。好，行啦。经理啊，你想好甲协理讲迄个亏无啊？嗯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伊要安插伊个人来监督我的小目啊，他会使让伊好好食困的。不过迄个亏明明还有啊，本来是有，即摆已经无啊。你赶紧哦，去甲柯太太找当来做咱的出力。美云，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，阮经理吼决定要用你啊呢。从明仔再开始，你就是咱的行长，我给你介绍。各位啊，来，我大家讲一下吼，这个就是咱公司新的出力，
叫做林美芬，来，大家欢迎。欢迎。新人来吼，可能有一挂代志较唔捌，大家来个照顾一下哈。好。来，美芬，你过来。这位啊，就是你的位。对了，科长，哎，你提一挂临时资料，我去写写。啊，是。明仔载九点开始正式上班。啊，多谢你哦，经理。没。来，我提资料，你写。我来讲，这份哦，就临时资料。啊，这内底包含吼，拢介绍公司的资料。你回去有闲看，别来者。这位啊，我甲别人请教你者，啊，恁经理那向往改变主意要请吧？我嘛唔知，啊，你要想较济啦，规定吼，奖金以后迄位就是你的啊，你只要好好做代志就好。对啊，美芬，你等下吼，写资料时阵，以前有真苦的代志，莫写入去吼。啊。哎，等下。现在我就来遮吼引头路啦，啊，迄间公司吼本来是讲袂请我，啊后来唔知影啦，佫讲要请我，我感觉安尼怪怪的。啊，一迄个老干事，可能是咧骗我。我第一想讲哦，明仔载我可能就辞掉啦，啊，无我先来走吼。哎，阿妈，你是不是去八楼豆饼迄间公司啊？哎，是啊。已经是阮爸爸开的呢，我即摆伫遐做协理啦。真实的哦，当然嘛是真实的啊。阿姆，欢迎你来阮的公司上班。阿妈，你千万唔通失职呢。哎呦，阿姆唔免惊啦。法师讲哦，若有人敢欺负你哦，做你甲我讲无要紧啊，我给你靠。啊，对啦，你是不是要转去？我送你转去啊。唔免啦。我来坐公车就好啊！哎呀，唔免啦，我开车给你载较紧啦，我的车就伫遐尔，行啦。多谢哦，啊，够麻烦你。别客气啦，我甲明芳遐好的朋友，甲你载嘛是应该啊。我伫恁细汉查某囝小乖的阿公阿爹，嘛挂甲一个甲这同款的保险符，我只是希望讲，你会用早日找到小乖。用这个保险符介绍你啦，小官。你是叫啥？无啦，慧敏，你这平安符吼，为倒来哈？对哦，我嘛唔知啊，自细汉伊就一直挂在我身上，我妈妈讲哦，绝对袂使提离开的啦。尤其哦，是咧开车的时阵，一定爱挂的，安尼才会当保平安。怪细汉查某囝胖去，伊的身躯嘛挂一个甲你一模一样的平安符呢。阿姆，你敢会怀疑讲我是你迄个胖囝的查某囝吧？无啦。喂，阿华哦，对啊，好，我即马就过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啊，唔是嘞，我临时有代志呢，啊，无我载你去坐公车好不好？好啦，拍摄啦呵。真的有可能啦，惠敏哪有可能是我的小妹啦？哪会无可能？我今仔看到惠敏挂迄个平安符，甲这个一模一样，这是同一间庙啊求的啊！你细汉的时阵，你会记得无？恁舅公啊，定带你去迄间庙啊。就算是同一间庙啊求出来平安符，伊嘛无一定是寿官啊。阿母，你临时吼是收思念寿官啊啦。你那个伊一个平安符，就认为讲，
慧敏也是失踪要二十年的血管嘞，这修理破坏啦。玲凤，老实讲，阿母唔是讲干因为这个平安符，就认定讲慧敏就是血管啦。你敢有其他的证据？人伫咧讲母仔囝连心，阿母头一届看到慧敏的时阵哦，我都感觉有一种足亲切的感觉啊。玲凤啊！ 拜托的啦，你一定要替阿母求情。慧敏，伊老母你有熟悉啦吼，你敲一下电话给伊，啊，咱来因家行一转。阿母我，明芳啊，你爱听阿母话，母唔对啦，慧敏就是你的小妹，小乖母唔对啦，你爱相信我，伊就是你的小妹啦。阿母你莫艰苦啦，我即马敲电话啦。 阿妹好，阿妹你好，我是江静。多谢阿妹的关心啦，嘿，是安尼啦，我今仔有一件真要紧代志想要麻烦阿妹。嗯，我今仔甲阿妹去恁厝的一撮。慧敏，嘿是真要紧。诶，这咱见了面再搁讲好无？嗯，诶，我坐火车，诶，我差不多七八点啊会到恁厝。 好，好，那呢多谢阿母，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讲好一下，来，过进来坐坐，来坐火车，紧。紧来，阿你唔紧。请坐，请坐。多谢，多谢。阿母，连个回民老母都出来吼，你该问啥就该问啥。 唔通客气，吼、哦。你稍等一下，我去请太太出来。多谢你。明华，你过来看卖咧。 你细汉的时阵，甲小官细汉的时阵，是毋是一模一样啊？对啊，有遐同款同款的。阿姐啊，啊是啥物代志，遐尔着急啦？啊，就是。啊，真的是。哦，你个介绍，即位是我亲戚老母。哦，是柯太太啦吼。最近哦，常伫咧新闻上哦，看到你的消息。 啊，想袂到讲今日有这个机会哦，看到你本人，来来，遐坐啦。阿母，咱遮坐。啊，毋是安尼啦，阮今日来吼，是想要查证一下慧敏的身世。慧敏的身世，当恁是咧乌白讲啥啦？慧敏是我的亲生查某囝呢，她有啥物身世好调查的？金太太，是安尼啦，我有一个细汉查某囝，叫做秀官。 十八年前哦，叫人偷无走，啊，我调查过，拢查无结果，今仔早后来吼，唔知方袂去倒位。柯太太，这种代志你应当爱去找警方才对，啊，恁来早来咧问我啦。因为吼，慧敏身上吼有一个甲阮秀官一模一样的平安符啦，所以慧敏就是我的秀官无唔对啦。柯太太。 啊，搭这个平安符吼，四界都有啦。啊，你袂用讲，因为讲慧敏身躯底有一个平安符，啊，你着认定讲伊是你的查某囝啊。无喏，因为这个平安符是伫阮家迄间庙啊吼，旧的，啊，迄间庙即马无啊，所以这个平安符吼，有钱都无底买了。啊，慧敏哦，身躯底迄个平安符吼，是我几落年前去迄间庙啊求转来的啦。啊，过来，你看这张相片，是阮小官细汉的时阵，啊，甲慧敏细汉的时阵哦，一模一样。 你看明明都是我的血管呐！哎呦，啊，这囡仔的相片吼，啊，大家拢嘛生作同款同款，免得看会出来啦。你认唔对啊啦？慧敏吼是我的亲生查某囝，你看唔对人啊啦。阿静啊，啊，你今仔带恁老母来，是甲我讲这无聊代志啊？阿母我，你下晡敲电话来时，我李阿祖讲哦，你有啥物代志要甲我参详？我再来又讲哦，你是唔是要叫我甲恁老爸吼讲一下好话咧？
我才准备讲要来敲这个电话尔，想袂到讲你甲我母即出来，无采讲我细汉的时候遐尔啊疼你。阿姆，莫阁讲啊啦，拜托你带恁老母转去啦。为即马开始的时候，我无想要看到你，你害我足失望的啦。阿姆，我安尼做真正是不得已，请你来原谅。即马回事的啊，已经上班啊啦。不过啊，我甲阿母拢认为讲，慧敏就是遐失踪的小妹相关。阿姆，你也毋承认，袂要紧。我用尽所有办法查户口、查出生证明，必要时阵我提出申请，要求比对慧敏的 DNA。你，阿姆，我想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，莫逼我行到这步，有代恐惊真歹看。阿青啊！阿姆，我想要知影。慧敏为啥是恁家的？你是买的，还是共偷跑的？明芳，阿母，你先莫讲话。阿母，即摆毋是偷的时阵啊！你阁毋讲老实话，我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我阁问你一遍，你是买的，还是共偷跑的？你紧讲啊！慧敏是我买的。这是几年前的代志，已经是十八年了。可怜我的哥，你是我的小哥，是我失踪十八年的小哥。孔太太，你今仔来，是要来给我讨平安了？林太太，我知影你真疼惜慧敏，啊，不过你知无？我有过十八年，我做这十八年的冤家，拢是为着我一个细汉查某囝受苦。今仔可怜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把我找到我的查某囝。只要我若当甲我的查某囝见面、相认，就算讲爱我死，我嘛心甘情愿。我求你，你查某囝用我好无？你查某囝用我啦！林太太，你还是在做啥啦？林太太，拜托你看我。有用慧敏十八年的遗像，去答应我一件代志，好无？你起来，你起来，起来，再去讲啦。什么代志？你起来，再去讲啦。我不是干那慧敏尔，我还阁有一个后生。养过我一个后生，有一摆。含我的先生出车祸，两个拢过世。我的先生一个过世了，一寡亲戚拢要来抢伊的气啊。所以讲，我即摆给他做慧敏一个查某囝啦。本来我是安排慧敏要来继承阮先生的气啊。也毋过，因大家拢有意见。即摆因若知影讲吼，慧敏毋是我的亲生的查某囝，因绝对袂放我煞。安尼慧敏哦，都无法度继承阮先生的企业啊。我了解啦。啊，你意思是讲，啊，因若知影慧敏的身世，啊，企业伊就抢倒转去少？对啦，高太太。我知影讲吼，慧敏是你的亲生的查某囝，我搁较唔甘，我嘛是爱恁母仔囝相认，我绝对袂阻挡。杨哥，伫这个进程哦，你绝对要答应我，万且甲伊相认。我知影讲我这个要求有够无合理，拜托你，我要求你，看伫遐讲我哦。
请用慧敏十八年，你答应我，等我好无？阿姆，你照你意思，阮阿母什么时阵才要到甲慧敏相认？应该免外久啊。我即卖已经安排慧敏哦，伫个总公司做协理。过一阵嘛，慧敏啊对公司的运作拢了解了，安尼遐个亲戚就袂甲阮母仔囝抢。柯太太，我毋爱要求任何人，这是我头一摆，是因为关系到阮林家的生存，我请你答应我好无？明日早起是我的查某囝，逐天跟伊见面，搁袂用跟伊相认。啊，你叫我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好无？好啦。阿姆，感觉阮拢袂用私底下先甲慧敏相认。袂用的啊，当然嘛袂用的。还未相认之前，若是王仔讲这个代志，安尼唔着拢起了了。阿静啊，顾太太，道理，你莫私底下甲慧敏相认，好不好？多谢你，林奶奶，应该是我甲你说多谢。阮小官若无你，伊嘛无今仔这种地位。你莫客气啦，柯太太，等下你甲慧敏相认迄一天，我绝对会办甲足澎湃，正式给慧敏定做贵族。多谢你。情是为谁寄？